我年纪就要退休了，以后忘不了你，挺大的，跟宋家国离婚吧。 小情人送走了，谢谢你。这忙你帮得漂亮，给我一机会吧。跟我走，让我好好报答你。不用。自从我离开国企，离开你，就没想着再跟你走。 就目前这形势，怕是由不得你了。张秋良正提着刀满世界找你呢，被他逮着，结果你能想象得到。不管你怎么看我，但我一直拿你当兄弟。我是真心为你好。 昨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郑宇又给我买生煎包了。好，那一会儿我去给你买。你不该跟邱正宇离婚。我知道你们昨天去民政局，就是去办离婚手续的。 你为什么那么不争气呀？啊？为什么就不能把宋长青给忘了呢？你恨我，我知道这辈子你都恨我。你爸就是让你给气死的，你不听他的话。
是我让你跟邱正宇结婚的，现在你又不听我的话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也给气死啊？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不是我要跟他离婚的，是他要跟我离婚的。妈，你听清楚了，是邱正宇把我甩。是人家不要你女儿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女儿还不够惨？你是不是非要人家欺负你女儿你才高兴呢？邱正宇都肯放过你，为什么还不肯放？妈，有时候我真挺羡慕你的，我要也是个疯子就好了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了。干什么工作不累啊？还累吗？你要是有本事，你给我找个比这更好的工作。你以为每天在工地上陪着你，给一帮大老爷们送饭就不累啊？要不是为了陪你，我早就答应姨妈到这来当舞蹈老师了。你是这个专业的，这不假。但这帮小孩子一点基础都没有，你又没有教学经验，那教不好不误人子弟吗？真的，你说你姨妈这作为退休老校长，那弄不好在学校那边没法交代。姨妈愿意为我背黑锅，你管不着。我有你说的那么笨吗？不会我可以学呀，反正我不想一个人天天在家里待着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这儿多好啊，可以天天跟孩子们一起跳舞。告诉你，每次去群艺馆，我看见小雨教小朋友们跳舞，我都羡慕死了。自己不能跳，起码可以教别人跳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再说了，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，心情也开朗，每天就剩下乐了。女人在怀小宝宝的时候，只要每天高高兴兴的，到时候生出来的孩子都漂亮。真的。合着你这是深谋远虑，一举两得。但是我警告你啊，犯规了。说过，不许提小雨，不许提小雨。陈姐，陈姐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让你久等了。今天呢，是那个教育局的领导来检查工作，这不刚结束。没事的，打扰您了，康校长。没有没有。介绍一下。这是我爱人宋长青。哦，好，小宋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上午接到你姨妈的电话，把我给乐的。我当时就跟她说，快让陈杰过来，明天就让他来上班。你知道的，现在要找一个专业的舞蹈老师有多难呐。小宋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看，我们这里的硬件条件啊又不太好，今后啊，要靠你陈杰多费心了。瞧您说的，这儿挺好的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有你陈杰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呢，踏踏实实在这儿住，所有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，放心吧。其实你没必要这么做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。我这么做纯粹是被逼的，我只看结果。
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不应该冲周阿姨发脾气。我太不冷静了。你妈说你离婚了。这些年因为周阿姨的病，我跟小雪还有你处得就像朋友一样，有些话你恕我直言。你说如果你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那你肯定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照顾周阿姨。周阿姨的情况很特殊，不要以为她总是糊涂的，其实有时候她非常清醒。我知道今天我妈说的话就有道理。跟周阿姨聊天的时候，她说的最多的就是你，最放心不下的也是你。你说你离婚了，他能不着急吗？秦医生，您放心，以后我不会这样了。我说这些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你现在的处境我很理解，一个女人不容易。回国学吧，我们兄弟两个再次联手，好好的把国学做大，将来我有什么你就有什么。国学有你有唐小雪就足够了，我帮不上什么忙。你能帮我的太多了。帮什么？帮你灭掉张秋良？没错，国雪的未来是要上市，要上市就要多吞并几家像天鹰这样的公司来扩张资产。你在天鹰干了那么多年的副总，他张秋良到底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你比谁都清楚。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内幕公诸于世，那他张秋良就无法在宁州立足了。到时候国雪收购天鹰，那就是水到渠成。当然了，扳倒张秋良本身就是一箭双雕的事情，我不想看到我的兄弟每天东躲西藏偷偷摸摸过日子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摆平。给我一个机会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和小汪的事情在我心里一直没过去。我欠你们的。妈现在已经疯了。你是不是也想把我逼疯了？说，裘正宇跟我离婚是不是你逼的？
是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儿？你别管。小雪，我跟邱正宇之间是我对不起他，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。他在外边有女人，也是被我逼的，所以这一切的痛苦就应该我一个人来扛。我认，我心甘情愿，用不着你来插手。你情愿，我不情愿。我已经这样了，没有指望了。可你不一样，姐，你从小就是我们家的希望。妈没疯的时候总是说，你将来是要把舞跳进北京的，跳进人民大会堂的。可你现在不能跳舞了，没有理想了，但我起码希望你过得幸福。知道你一点也不幸福，只要有我在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。还告诉你，邱正宇这王八蛋欠我的不光是钱。行了，张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邱正宇是帮我坑了你，责任在我。规矩我懂，他欠你的钱我替他还上。你还有什么不痛快的，都冲我来。你有你的规矩，我有我的规矩。在我们天鹰公司，像这种当内鬼的，得抓回来剁手指头。你就告诉我这事儿用钱能不能解决？解决不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邱正宇现在是我们国雪的副总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今天来找你是来谈补偿的，你要是再死扛着，就是不给我宋建国面子了。要不你剁了我的手指头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不在为难我呢？是你在为难我。开条件吧，只要能放过邱正宇。我就怕我开了条件你会心疼啊。我今天赶来就不怕心疼。那好，那就按之前咱俩说的，红星厂这个项目你冠名我来做。哼，还是心疼了吧。瞧瞧你那点出息，说到底不还是钱的事儿吗？我答应你。还有一点，你老婆吴婷婷从我这儿拿走了300万，你得替她还上。你是在恶心我？没问题。总利润的30%归我，刨去吴婷婷欠你的300万，你再给我200万现金，对吗？对。明天等我合同。等等，邱正宇那孙子知道你这么对他？他是我兄弟。什么事儿？
不用紧张，我不是来找你打架的，想请你帮个忙。说。这包里有30万，我想麻烦你转交给小雨。你和小雨的事我不会再管了。你都管了那么多年了，现在不管晚了。我跟小雨离婚了，我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你。你能走到今天这步，责任全在你，是你心胸狭隘，不珍惜教育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。其实我知道你跟小雨之间没什么事儿，但你就像一条鸿沟，横在我和小雨之间，太宽了，我迈不过去。说心里话，离了婚也挺好，否则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收场。这钱我希望你转给他，就当是分手费吧。我给他，他不会要的。我希望他以后过得幸福。那我替小雨谢谢你。还有事吗？跟程姐好好过，也像我一样，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。树靠着山，雨打不断，雨有的欢，时打不乱，我爱的人爱的心甘情愿。要快就快，这要命的爱让人尝尽不自由的无奈。要快就快，这剪不断的爱让人痛饮一生爱的悲。如果不曾拥有你，我都不懂怎么爱。是你让我感到自己的存在。如果不能拥抱你，还有什么可期待？是你带我走向幸福。
有什么可期待？是你带我走向幸福的彼岸。建国，我走了。你还能记得小旺和我，我很感动。我承认我永远做不了老大，但我也不会再给别人做炮灰当枪使。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，忘记我这个兄弟吧，邱正宇。快去看看，两拨人在歌舞团那儿已经对上了。麻三那孙子非让咱们小旺给他磕仨响头。建国，看来这架是非打不可。他不是你兄弟吗？要不然你替他给我磕仨响头，这事儿也算完。我妈就快死了，刘小旺要自焚，我他妈不想死。你还有兄弟呢，咱妈换肾的钱还出了啊？现在不是你需要我，是我需要你。我现在是失手插进的干面粉，想甩都甩不掉。什么都别说了，咱们是兄弟，你一句话，让我干什么？邱正宇走了，这30万是他留给你的。说实话，我一直对他印象不好，甚至觉得他有些变态。没想到，到了最后，他做的还像个男人。想去趟安徽，去看看邱正宇他爸。他一直对我挺好的，现在离婚了，得跟他说一声，顺便把这些钱交给他。我陪你去。
邱正宇走了，是不是心里挺难受的？怎么会呢？我很高兴。人哥们去的是美国，跟我们这儿是两个世界。我会照他说的做，把他忘掉，彻底的忘掉。说吧，蓝皮总统。他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，是个垫背的。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帮你拿下红星厂这个项目吗？因为你爱我。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离开了吴婷婷，我一样可以帮你干成所有事。我有这个能力，我才是你成功背后的那个女人。这一点你根本用不着证明。我们分手吧。什么？逼求正宇的时候，我怎么能那么狠呢？我不知道以后我还会不会做出比这更恶毒的事儿。自己都快不认识我自己了，害怕。我明白了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你别干了。既然你不能跟吴婷婷离婚，就让我们两个结束吧。别胡思乱想了。桃园路26号，地处市中心繁华地带，闹中取静，一套30年代的小洋楼，我已经买下了，正在装修。一个星期以后，你就能提包入住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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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对不起啊，迟到了。要不咱们先进去再批评。哎呀，这您说是南瓜饼吃腻了，想吃小笼包，那我不就得开车出去给你买吗？跑那么老远，来，赶紧吃吧。迟到了8分钟，
行行行，我迟到了，迟到了，下次我改，咱不迟到了，好吧？来，坐坐。咱们啊，吃饭不生气，生气不吃饭啊。这新鲜豆浆。怎么了？快帮我捏一捏。啊，好好，给你捏啊。那是不是昨天睡觉没睡好落枕了？食不言，寝不语。行行，食不言，寝不语啊，不言不语。老郭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这洗着碗呢。洗碗不重要，我问你啊，这小雨去裘家看长辈，程杰陪着干什么去啊？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老宋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程杰跟我说。他跟长青商量好了，打算要孩子了。我现在就盼着陈杰呀、啊、早点怀上，我就能抱大孙子了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坐那儿。宋长青最近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别管。别问，别操心，这孩子们过孩子们的，咱们过咱们的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老谷啊，你大儿子现在想什么？你不去问问？我去了呀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。那五凳子一会儿说长青进货去了，一会儿又说长青结账去了，这一听就是假话呀。你给我捡重点说。还真让我给堵着了。长青那车就停在周丽萍家楼下，我就等着。天都黑了，都快九点了才下来。你猜他跟我说什么？啊？小雨不在家，周丽萍需要人照顾，还说这事儿跟程杰商量过了，程杰同意他去照顾周丽萍的。程杰让他去，他也不能去啊。宋长青脑子现在有毛病了。瓜田李下的，他不会避嫌啊！我不就是担心这事儿吗？这小雨刚离婚，咱家大儿子那心思不会又活泛了吧？他敢！你给我捎句话，告诉宋长青，他要做对不起程杰的事，我打断他腿，就这么说。